望着你啦。这个金曲奖呢，我们其实还是会有期待的，然后我们会努力的，就是用力的拿下这个奖，献给你们。Yeah. 对，这是我们的希望。MP 魔幻力量高雄巨蛋签票会大成功，相信大家还记得那长得可以久到不行的排队盛况，早就料到会如此的完全娱乐，终于找到可以回馈这六位团员的好机会。以往他们接受着违背常理、人神共愤，甚至连魔鬼都害怕的各类挑战，害得这几个铁男总是得要自费去收金。所以玩鱼投票派出最爱整 MP 却常常最后整到自己的小记者小易来当签票会一整天的助理小跟班，平常细皮嫩肉的他能否胜任这个新职位呢？阿东哥你好，阿东哥你好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，我们对。那等一下要注意哪些事情？等一下到的时候，你先去，他们时间快到的时候，你有发现不对劲的时候，就开始打电话问他们人在哪里。所以我们还有五分钟，还有五分钟。其实照道理说，早就应该有3-3、2-2出现了，但现在还是没有出现哦。我可以偷偷先问你，他们里面谁比较难搞吗？我的艺人都很可爱，没有所谓的难搞，难搞的没有在这一群啊。一早在北车集合，离预定时间越来越近，小易也越来越紧张，生怕 MP 团员赶不上高铁。嘎嘎哥你好，我是那个你们今天的新助理。对对对对，你们要到了吗？他走过来，他走过来。今天辛苦了，今天麻烦两位啊。哎，就不用帮你们拿东西吧。好啊。你马上。你这一把伞，麻烦你这一把伞，你这一把伞。老板。跌倒哦，跌倒就好笑了。你至少要撑谁啊？什么心态？只有撑金蝉什么心态？啊，唱比较重要啊。对。多么现实啊！哇塞。比较重要。那别人，那你有帮我们买水吗？我现在帮你们买。不用撑支。好，等一下你们的水。我等一下再报时。我等一下再加上拿铁半糖。好，等一下。大杯续糖。今天都要跟他请进，他今天是要那个全部盖到140，没有盖。不然的油，他跟我说1300，没有140。不然的油钱啊！1300计程车费，1300，他绕路啊。我们都要先贴的，从东区过来坐1300。已经三个，哎，我们是11:30。有三只哦。MP 东三门集合五缺一，怕有个万一，先到的团员先下月台，仅留助理小易一人等凯凯。这东西好多啊，烦。阿凯，赶上了，迟到了。没有，15分啊，11点呐、啊，15分。车已经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啦，他该打电话给我。贱、啊。没有，他们真的是11点。那个，你知道我今天的身份吗？是什么？我今天是你们的团员。可以吗？没啊，没。我今天当助理了。我今天是你们的助理。那华美吃东西，你可以帮我去买一片。哎，你当初买吃的蛮干脆的。后又开开，赶高铁比柴铁便当重要啊！等到 MP 六人安稳进入车厢，助理小易一颗心终于可以放下了吗？阿忠哥，我在哪边啊？我自己找吗？MP 坐标准车厢。哎呀，坐哪都是一样的，没有阶级之分的。我没有那么多人怎么省？哪有省？没有，今天是为了你们，我们才坐高铁，我们平常都坐汽车下去啊。对啊，很省，超省。坐了，不坐19两个，现在就喜欢坐。啊，左道是什么？左道，左道。哎，为了你才几个人，位置这么难抢啊？因为每个人不同的习惯，他们说那个铁弟习惯坐在走道旁边，对。还有谁跟谁不能坐一起？不合。但是不合的事情我不想，我能不能说？最便宜的，最便宜的，最便宜的，没有，那是柴铁，这是高铁的。高铁，你看，这是你的疏忽。刚才便宜的高铁没买到，啊，便宜的台铁便当没买到，现在还要吃高铁便当。他故意迟到的。果然，假崩红对大，助理小易搞定团长凯凯的便当，等于搞定一切，安然度过台北到左营这一个半小时的车程。不过出站前已经逼近下午1点，慢慢苏醒的 MP 团员似乎又饿了。
那个冰拿铁，焦糖拿铁，冰拿铁，焦糖拿铁，冰焦糖拿铁，不好意思，我也要一个，我要小可颂一袋，还有一个小可颂，其实老板听得到啊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因为他害怕自己有翻译的没做事，对啊。好大批的歌迷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赶一下签唱会好不好？对，快去的啦！赶快去啊！不要这边国语哦。你有帮忙吗？我也不知道问题怎么做，怎么办？小助理，我来救你啊！那你们往前走，往前走。都没有帮到你们忙哎。对啊，小易，刚刚你在干嘛？除了扣薪水之外，我想不到别的方法了。没有，又不好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就有点手忙脚乱。不是，我觉得平时我们是一个女生在照顾。这个情况通常就是要让你们大家不要走散。第一个，然后再就是要呼吁，就是歌迷朋友不要推挤，因为很危险，注意安全，很危险。因为这样子上那个电扶梯，什么都很容易跌，一个跌倒后面就全部都受伤了，所以其实很危险。好的，趁助理小易自行检讨时，玩鱼幕后小组偷偷观察到 MP 有个团员完全不浪费时间。上台前的最后准备吗？对啊，我觉得我今天有点水肿。你知道那个推要撕推吧？你干推会有皱纹。没关系，在下巴下面应该可以。与歌迷见面前抓时间，不断提高颜值的凯凯，用这根推着推着抵达现场啦。小易，你没有拿伞。团长，再跟我们讲一次，人家歌曲怎么样？等一下，一开始呢是那个 DJ 会开场，开场完就是。这也要开场？今天不用开吗？太好了，感觉范家不按牌组排，短板的。哦好。然后最后什么 ？Superhero 加射手。哦好。真的有记吗？有啊。检查。对。可是你记到底为什么？对，你到底为何？你要唱是不是？你为何而记啊？他们 Superhero 前面帮他擦汗，他大概两首歌的爆汗，就上来帮他擦汗。可是 Superhero 后面呢？啊，那就差不多，可能第一首主曲还是在着你玩前面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帮他擦个汗。这时候没事，你就帮我擦。帮他擦个汗。OK。五个妆。助理小易在 MP 上台前做了缜密的 double check， 等等舞台表演会一切顺利吗？广告回来，答案揭晓。我觉得这集有不能让我的真爱看到这一集。